音乐大师李泰祥住进台北慈济医院安宁病房，他的弟弟出面感谢各界关心。有媒体报道，音乐家李泰祥先生在慈济医院住院期间，医院基于医疗资源考量，商请出院。对此报道，李泰祥的弟弟李泰明出面澄清。媒体界他们这种他先问好一个问题，那我必须要去填充，被迫去填充他们的填充题，那造成所有的困扰，我真的是觉得深感很抱歉。上个月底，李泰祥先生因为甲状腺癌病况恶化，送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幸好及时抢救，挽回宝贵生命。李泰祥罹患巴金森氏症多年，其后又有癌症缠身，多年来在花莲与台北慈济医院接受照顾。我代表家兄李泰祥先生献上120,000分的谢意在慈济这个医疗团队给我哥哥很多的这个细心妥善的这个照料。目前李泰祥病况稳定，台北慈济医院表示会全力协助病患的医疗需求，同时医院也有社福单位一起关怀病患的相关问题。大新闻台北综合报道。